小朋友们好，感谢收看我们的亲子日节目。又到了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猜蛋的时间了。哇，最近又多了两个朋友啊。有熊大和维尼熊。这些蛋是他们买的吗？是啊。哇，他们买了这么多蛋呢。妈妈，你猜猜有几个蛋？哦，有六个。不对。那有几个呀？八个。怎么会有八个呢？哇，那底下还藏了两个呀。他们买了这么多。哎，咱们赶快帮他们一起来猜吧。妈妈，藏这个杯子底下都是熊大叔的蛋。是吗？他真调皮哈。有一辆小车。这个呢，给咱们带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车。来，咱们看看咱们这辆小车。下一个是拼图，是吗？嘟嘟，这个小车会拐弯，刚才拐了吗？哇，一下飞走了。这辆小汽车飞喽，飞一般的开出去喽。来猜蜘蛛侠，猜这个哦，那个呀，我来拼吧。这个是海绵宝宝的，然后呢是他的。穿的服装很特别哟。这是军服。哇，你当兵啦？没有。穿军服好漂亮啊。长大想不想当兵呢？当兵好吗？当然啦。我觉得不是那么好。这个好像是个车变的一个勇士。变形金刚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劈腿了。哦，好帅气的。哎呀，胳膊一拽就掉了。这样呢，它可以开枪，手上、手臂上都有枪，哐哐哐，好厉害呀！好，这里顶上有个胶带，把这打开呀。米奇里给咱们带来了米妮，可爱又漂亮的米妮。好漂亮，带着蝴蝶结。袋子呢？袋子在这里。猜下一个，蜘蛛侠。姐姐，对，佩奇的姐姐吧，对，好像是他的朋友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他的姐姐不是这样的，戴了两个星星的发卡。不是，那是眼镜。哦，是眼镜哦。这眼睛好可爱哦。对，是爱心的。是啊。好可爱的小猪。下一个是个魔术师。哦，来了一个魔术师，他变出了一朵玫瑰花。对，好厉害的魔术师哦。他是从他帽子里变出来的。是吗？因为他帽子底下有个坑。哇，有个坑，好厉害。小矮人吗？那是白雪公主与小矮人里的其中的两个。那
们一共有七个小矮人。这好像是喷嚏精吧？是吗？他呢？他是他们的领导者。还有领导者呢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他。他哟。下一个有点害怕耶。害怕？那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恐龙。我是恐龙。哇，这只恐龙来了一个飞龙吗？不是飞龙，它就是一个龙，反正不是剑龙。它应该是剑龙吧？这不是，是吗？不是，那剑龙尾巴上有两个刺，这点还没有刺，是吗？而且它不是绿色的，还有一个里面。对呀、啊。是一个小美女。嗯，看看我们这个可爱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怎么一般就掉了呢？哇，它的胳膊是可以动的。两个一起动。哇，它的头发好漂亮。不知道呀，蓝精灵。哦，又一个蓝精灵。她是一个女生在踢球。哎呀，女生还喜欢踢球啊。妈妈，我们那个在学校的时候有那个图书馆，我们可以在那儿看书。然后我每次看都是蓝精灵，我们全班看的全是。哦，这么厉害，蓝精灵踢足球。看看我们的熊大和维尼熊高不高兴啊，今天得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啊，太高兴了是吧？是。那今天咱们把他们所有的袋都给拆了，得到了这么多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。